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深山顶品》第十三。第二段啊，经文第二段，民不立巨树，过身十天。我们还是把经文念一遍。儿时世尊不离一切菩提树下，而上身须弥向地十殿。这一段经文，古德说了很多，我们继续来学习清凉大师引用古德诗词解释这一节经文，略有深意。那么这个深意，第一个是越处相入，第二呢越相入门，第三呢一切皆一，第四一切一切，第五是救佛身，第六呢是救佛自在不思议解脱。那么下面第七是缘起相有，第八呢法性融通，第九有表现法门，第十成法界大会。清凉在这里做了一个总结，说然此十劫，前五是玄门，次四是所以，后一是总义，所以我们讲大师在华严经里面讲这个学门无碍实验，说明一切法为什么会事事无碍，这是很难理解的。那么要怎样才能够正得四十五脉，这个境界我相信是每一个人都向往的，每一个人都想得到的。我们先讲这个大师所讲的这个摄影然后我们来说明怎样才能够证得摄影。
我们学了前面的三句，三种。第一个是唯心所现，当然这是最重要。首先你要知道，一切法唯心所现，谁的心？自己的心啊。所现的真心。所变呢是为识。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识是什么呢？妄想分别之处。这是识。心能现，识能变。能现能变是一了，性实是一个，不是两个。那么所现所变的森罗万象，坛经里面所讲的能生万法，万法是整个宇宙啊，一切万法啊。佛经上具体给我们所说的叫设法界一真庄严。那么通常我们讲设法界只讲一尊佛的程度啊，我们现在所说的都是讲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的教化区，设法界一真庄严。那么在法界里，遍法界虚空界，诸佛无量无边的。佛刹了，当然也无量无边啊！佛刹就是大千世界啊，像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个大千世界啊，设法界一真庄严，无量无边呐！无量无边跟诸位说的是一体。一体就是自性，华严经上称之为法性啊，自性就是法性，法性就是自性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整个宇宙是自性变现。所以大乘教里面常讲法外无心，心外无法这个意思是说的呢，这个法是万法，一般讲的法相心呢就是法性。法相从哪里呢？法性，法性变的。所以离开法性没有法相。那法性在哪里呢？法性就在法相上。离开法相啊，也没有法性。性相是一，不是二。所以古来祖师大德了用精跟精气来做比喻，我们就好懂。以精做气，气气皆精气气就是万法
啊，金就比喻的心，比喻的法心。佛把事实真相啊讲出来了，我们也听得耳熟了，可是不起作用。啊，为什么不起作用？我们有障碍。啊，这个障碍就是烦恼习气。自信里头没有烦恼习气，烦恼习气是假的。啊，烦恼习气在《华严经》上讲得很具体，是妄想，是分别，是执着。啊，只要你具足了妄想分别之处，你修得再好，你做得再好，你做到十二分的圆满，还是世间法。不是佛法。没有超越世界啊！世间法，什么叫世间法呢？再说的不好听一点，轮回法，六道轮回法。为什么呢？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你做到十二分的圆满，也是在庄严六道。你做的善升天，做的不善是三恶道，你干的是这些。从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所以我们要想一想，我们从早到晚，从年初一到腊月三十干的是什么，这不能不清楚。我们所干的轮回心造轮回业，天天在学习大方广佛华严经，是什么？还是轮回心造轮回业啊？为什么没放下吗？啊，那么学大方广佛华严，这真是善中之善，啊，那你就晓得了，出不了六道，果报在哪？果报在天上啊！啊，在哪一层天呢？哎，肯定在欲界天。为什么？欲没有放下。啊，这个注意一下，这个是财色名食睡五欲没放下了，五欲没放下了，你的果报啊就在欲界天啊。欲界有六层天啊，就看你对这个五欲执着的浓淡，如果很浓的执着，人间享福啊，啊，人间的福报啊。如果轻一点，就四王天；再轻一点，忉利天。比忉利天还要轻一点呢，那就夜摩天啊。到夜摩天呢，已经有一点定功了，所以这个欲望啊越来越淡薄，
一直到他化自在地。啊，第六层啊。啊，再往上去呢，又没有了。不是断了，是你的定功成就了。啊，虽然阿赖耶里面有习气种子，有这个五欲六尘的种子，定功能把它缚住，让它不起作用。啊，从表面上看，好像你又断掉了。啊，这能生粗禅啊，看功夫的情深。啊，禅定伏烦恼的这个境界八个层次，啊，四禅天，四空天，那我们真正也想用功夫，就不能不知道，一定要把烦恼习气放下。啊，放下，特别是对人。啊，人与人之间往来，放下什么？放下贪、嗔、痴、慢、疑、我见。啊，我们对于欢喜的人，要放下贪念。对不欢喜的人，要放下嗔恚。对一般大众，要放下愚痴。你就有智慧了，就是不可以感情用事。要放下疑惑。啊，佛在经上讲得好，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们要能肯定，哎，他原本是佛。我们中国老祖宗教给我们，人心本善。啊，所以你看每一个人，你看他的本心，纯净纯善。你看本心，不要看习性。啊，习性不善。看本性，不要看习性。啊，所以诸佛如来应化在六道。啊，我们不要讲十法界，我们讲六道。应化在人间。他眼目当中，确确实实看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所以你看他对人谦虚、真诚、恭敬、啊、慈悲。这个性德他自然就流出来了。我们的性德 是被贪嗔痴慢疑障碍住。贪嗔痴慢疑是乌云呐、啊，黑云呐、啊。有了这个东西，阳光就见不到了。啊，它把太阳给遮住了。啊，这个乌云越浓，那个遮的效果就越严重。啊，那么你所表现出来的就是愚痴、
没有智慧，感情用事，啊，还容易冲动。道理在此地。这个不能不知道。所以真正修行的功夫是时时刻刻提醒警觉，这是三皈依里面讲的原则嘛，觉真心啊，时时刻刻提起，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时刻能提起啊，这个叫真功夫啊，啊，能提起那叫觉悟啊。啊，所以这一句是最重要，这一句是根本的根本。啊，你说这个人我喜欢，是你自己心里变现的；那个人我讨厌的，也是自心变现的。为什么会变现这种现样子？你的善心所变现你喜欢的人，你那个恶心所就变现你讨厌的人。啊，阿赖耶里是种子吗？啊，善恶无际种子无量无边啊。你没有定功扶住他起现行啊。他就变境界。啊，迷得太久了，迷得太深了。那里面错误大的呀。啊，所以总要记住，善心所自己变现。恶心所也是自己变现。除了自己之外，绝对没有一样东西。啊，就正如我们的身体一样。啊，这身体里头哪一样不是自己？啊，美味的东西吃在口里面，很喜欢的。消化之下拉出来的时候还是自己东西，你怎么又讨厌它呢？那跟吃的有什么两样？平等呐、啊！真的是平等。啊，你在科学研究里面说确实平等。一丝毫差别都没有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差别现象啊！啊，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它真是平等。所以，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就叫佛菩萨。那是真人啊，是觉悟的人啊，具足妄想分别执着，是迷人迷惑颠倒的人。迷是凡夫，觉是佛菩萨。佛菩萨跟凡夫不二，啊，就这个道理要懂，啊，然后才能入不二法门。入不二法门就无碍，就没障碍，有障碍就入不了。那么第二告诉我们，法无定性，这个很重要。法无定性告诉你什么？告诉你法是假的。法不是真的啊，真的是真，它的一定有定性，它没有定性啊，它是因缘和合的啊，
所以大乘教里常讲啊，发无自性啊。那个无自性跟此地讲的无定性是一个意思啊，没有定性。那么法的性是什么？法的性是真性，就是法性啊。法，你再看是法相，法相就是法性，法性就是法相，绝对不是说啊，这个一切法每一个法都有自性，都有定性，没有，找不到啊。所以法根本就不是真。般若经上讲的好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道理要懂啊。既然是虚妄，你何必认真？可见的认真是错了。你要晓得它是虚妄的，你在一切法里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就见到诸法实相啊。见到诸法实相是什么人？至少你是初住菩萨了，超越十法界。十法界里面的人没这个本事，有这个本事的人就超越十法界啊。超越十法界，你住哪里？你住一真法界。所以知道啊，诸法实相啊，就不会分别执着啊。还有分别执着，也是迷在法相里面。这果是大迷在法相里面，没有不造业的啊。像地藏经上所讲的，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啊，那个起心动念就是分别执着。无不是罪，无不是业啊。善法也是罪，为什么呢？出不了六道啊。这个无不是罪，罪的含义很深呐、啊，并不是说哦，你造作不善多善。多得这个三恶道，你造作众善生三善道还是罪、你跟四圣法界比就差远了啊！出不了六道啊，那你就是搞轮回啊。既然搞轮回，肯定在恶道的时间长，在善道的时间短，这必然的啊。为什么呢？只要你自己想想就对了。你从早到晚起心动念是善念多还是不善的念头多，你细心冷静去想想，你就明白了啊。什么是善念，什么是恶念呢？为自己的是恶念，为众生的是善念。你是为自己的念头多还是为众生的念头多啊？这个你自己想啊。其次呢，就是贪嗔痴慢疑，是这个念头多还是无贪无嗔无痴无慢无疑？你想想，你是哪个念头多？有贪嗔痴慢疑，这个念头是造业啊！对人对事对物，没有贪嗔痴慢疑，这叫善业，真善。
佛教给我们这些方法，让我们自己度自己。佛不度众生，佛度不了众生啊！为什么呢？因是你自己造的，果你必须承担，自作自受啊！谁都度不了你。那佛把这个事情讲清楚、讲明白，你要是觉悟了，自己度自己，这是佛法的真理。那靠佛菩萨来度我，佛菩萨你怜悯我、慈悲我，你来度，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佛菩萨对我们的慈悲，就是为我们讲经说法。佛不在世，留下这些经典，这是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恩德。可是今天你要去读啊，你要依教修行啊，你才能体会到佛所说的真实意义。肯定法无定性啊，简单的说，相有行无，事有理无，所谓当体皆空，了不可得。真的明白了，你不再有贪嗔痴慢疑，你还有贪嗔痴慢疑呢，你没有明白事实真相，没明白了。第三是讲缘起相有，一切法从缘起，缘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条件，它不是单独起来。他要具备很多的条件。华严经上讲啊，无量因缘呐。无量因缘在教学上就不好讲，太多了。所以佛用归纳的方法，把无量因缘归纳为四大类。在经上讲，四缘生法是四大类。我们这个世界，动物、植物、矿物，虚空法界，总的都离不开这四大类的因缘，每一类都是无量。第一个是什么叫轻因缘？好像我们种植啊，经验人种子啊，我们种瓜瓜子，这轻因缘你没有瓜子，长不出瓜来所以瓜子是轻因缘。那轻因缘在我们的这个六道众生里面，就是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夜袭种子，这是轻因缘，十法界通通去做。那我们从植物是很不明显，但是你冷静去思维能体会到。
啊，一个瓜的种子，西瓜的种子，你说他想不想结成西瓜？当然他不会想，他没有这个想。虽没有这个想，好像很有这个意向。要不然他挂祭祀干什么？祭祀就是想生，这一代一代传下去，他结成瓜了。啊，那么这个就是他的所缘缘。啊，而且这种力量，我们今天讲的是能量。它不会消失，这叫无间缘啊！还需要一个增上缘啊！增上缘人，他必须种在土壤里头，必须有水分，必须有阳光，必须有空气，必须有人工来帮助他。啊，给它施肥，给它灌溉，啊，瓜就会长得很好。这样所有一切叫增上缘。四大类的因缘的时候，前面三个是本身具足的，只有后头一个叫外缘。我们叫外缘是护法，外护法，这里面必须自己具足三个。才能成就啊！啊，得外护的力量啊，所以四种缘具足啊，果就现前了啊。有情份上呢，也如此，没有例外的啊。阿赖耶识里的种子。这是情因缘啊，如同经上所说的，阿赖耶里头十法界的种子统统具足啊。所以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有佛种子。啊，如果你佛的这个种子力量很强，啊，就是你的所缘缘，我一心想成佛，这个念头不间断，那就经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你说你会不会说肯定成佛？为什么？你有因嘛。你不是没有因吗？那换一句话说，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说一切众生本来是鬼，行不行？行，讲得通。我说你阿赖耶识也有鬼种子吧？啊，你念念都想到鬼，鬼是什么？贪。啊，念念都想着贪。那鬼的种子，哎，这个种子的语言不间断，啊，念念相贪，啊，你所语言的这个语言，贪财、贪名、贪利，啊，这个念头不间断，这三个就是，啊，外面所有的助缘来帮助你。啊，你现在在人间呢，像样子像个人，实际上你是鬼。将来人的果报完了，肯定到鬼道去了。啊，所以我们要懂得佛说的这一句话，
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们马上就明白了，一切众生本来是菩萨，一切众生本来是阿罗汉，一切众生本来是天，一切众生本来是人，一切众生本来是畜生，本来是恶鬼，本来是地狱。你这就真的就通了。啊，那么这个道理就是经上讲的一句话，一切法从心想生，这就是。啊，想什么变什么。想是假的，变东西也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想佛成佛，啊，就是念佛成佛。啊，我们念阿弥陀佛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真的成佛了。刚刚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果报殊胜呢？啊，那什么呢？等于说你升到阿弥陀佛家里，你是阿弥陀佛的子女啊，要沾阿弥陀佛的光。一阵庄严，那沾佛光啊！到你慢慢长大，什么时候你自己得到一阵庄严，那才是你自己的。啊，到什么时候呢？到十报庄严土。啊，那是自己的。没到十报庄严土去，全是想啊，父母的福报。那就是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是享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佛会加持你的福报，殊胜在这里。那到十报庄严土，那是真的。啊，为什么呢？你明心见性了。你自信里面的智慧功德现前啊，那不是阿弥陀佛的啊。西方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呢，是殊胜在此地啊。所以得佛力加持，你绝对不会退转，不像我们这个世界，我们是要靠自力，没有佛力加持啊。所以修行人进进退退啊，绝大多数进得很少，退得很多怎样保持不退啊？我自己一生的经验啊，这是个人根性不相同啊。像我这一类根性的人，要保持不退，天天读诵大乘，天天跟同参道友来研究讨论大乘，锲而不舍。我用这个方法啊，所以我一生在讲台讲经，到现在还是这个态度啊。我是在讲经吗？是，跟佛菩萨讲经不一样啊。怎么不一样呢？佛菩萨讲经是教化众生啊，那我这个讲经不能说教化众生，是我自己在这里做学习报告。我眼睛里面看到所有这个台下坐的这些同学们，
都是我的老师，都是我的见修。啊，你们来看看我有没有进步，我讲的有没有过失，有没有错误。我是这么一个态度啊。啊，这个态度好啊。不至于让自己变成狂妄啊，变成傲慢啊。啊，一生守住，我是学生，我是学人。啊，为什么？我们看到自古至今，啊，在讲经教学这种方式上，淘汰下来的人太多了。啊，倒讲得不错，修得不错，啊，大众啊，我们佛门讲四众啊，对你的赞叹。对你恭敬，对你供养，这一下就搞迷惑了，啊，自己真的以为成佛了，啊，不知不觉，功高我慢，啊，贪嗔痴慢的习气通通现前，自己不知道，啊，我这个方法李老师教。啊，如何防止呢？就是一生始终抱着我是佛门的小学生，我没什么了不起。啊，真的，我们比起阿罗汉差太远了。那，啊，跟菩萨比，天壤之别。啊，比起一般没有修的人稍微好一点。你值得什么骄傲？那么再扪心自问，有没有能力超越六道轮回？有没有能力有把握往生？不要说是出世间圣人。世间圣人的那种沉静谦和，我们有没有学到？啊，我们读书，读尧王的故事，读圣王的故事，读文王、周公、孔子。你看看他们一生为人的谦虚恭敬，啊，做事情的谨慎、小心、认真、负责，我们有没有学会？啊，真的没学会啊！学会的是什么？学会了傲慢。学会的是自以为是，啊，学会的是看别人都不是，啊，都以为自己很行，错了，啊，那么今天我们再往下面看，啊，下面第四。法性融通故，法性融通故，如性之事亦有可融通之理。啊，法性确实是圆融。通就是没有障碍的，啊，发心是一了，不是二了，
啊，法性法相是法性变现的，法性融通，那法相哪有不融通道理呢？啊，什么是法相？如性之事，就是法相。啊，相如其性，性如其事。性相亦如啊，所以佛经也开头如是我闻。这个如是两个字什么意思？性相亦如啊，心就是相，相就是相啊，相如其性，性如其相，性相不能分，性相是一体，这是明心见性。性在哪里？啊，随便法相，哪个相不是性？法法皆是，是左右逢源呢，头头是道啊。我有一法不是，那见性啊，见性之后，它自然融通啊，所以。它有可融通、可融、融通之力。啊，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会想到，佛在经上讲，常常讲，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华严经上念过，一心一智慧，六无为一然，那都不就是讲这个道理吗？啊，特别你要去理解十方三世啊，十方是变法界虚空界，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啊，过去一切佛，现在一切佛，我们容易懂。未来一切佛是谁呢？是一切众生啊，未来一切佛人，现在还没放下的啊，我们可以说。过去一切佛，那些已经放下了，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了。现在一切佛，他现在放下了，他成佛了。啊，未来一切佛还没有放下的，这个没有放下的有三等。第一等。是分别执着放下了，妄想没放下，就是现在的菩萨啊，他还没成佛，他放下妄想才成佛，这一等的。第二等的呢，阿罗汉啊，他放下了执着啊，妄想分别没放下。第三等的，我们一般反复，连执着也没放下。啊，但是你不能不承认，它是未来佛。放下就是，即使放下了，不定，你不可以轻视。啊，你要以为你自己很难干，瞧不起，也许他过两天放下了，他就成佛，他在你之上。这真的一点都不假了。什么时候放下，他什么时候证得啊？你知道他不能在你前放下吗？
如果我们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你敢不敢轻慢众生？不敢了，不敢轻视人了。不但不敢轻慢人，再愚痴的人，啊，造作罪业的人不敢轻慢，甚至恶鬼地狱出生都不敢轻慢。啊，为什么？他现在在受果报，他造地在受果报，就好像世间人犯罪啊，关到监牢狱里去判刑。他会出来，他刑满之后他会出来，出来之后可能他做大官发大财啊，那他远远超过我们，很有可能啊。你怎么会轻视他？啊，畜生道里面，你不要小看蚊虫蚂蚁，也许他来世转成人，他善根深厚，哎，他来世就往生做佛去了，我们还在六道轮回打滚，这些全都是事实真相啊！所以真正通达了那个人的，他的态度是一切恭敬，决定不会有丝毫轻慢之心啊，轻视别人傲慢的一念他就没有啊。所以这个理事你都要通达啊，佛在经上讲的太多太多了。